由行政院文建会主办的表演艺术团队巡回基层演出活动，今年以“亿万大富翁”为主题，从7月31日开跑后，持续进行到11月21日止。记者会当天，入选今年基层巡演的25个表演团队齐聚一堂，各显身手。接着在文建会主委黄碧端的一声鸣锣后，宣告活动正式开跑。这个我们的心看起来是小小的，就在人的身体里头，可是呢，经过艺术，经过这种有趣的这些文化活动的参与，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大富翁。今年基层巡演演出的类别有音乐、舞蹈、现代戏剧以及传统戏曲四类，场地遍及都会与乡镇。除了7月31日起跑当日，活动将于台北县隆重举办开幕联演之外，也将分别于9月27日在花莲市、10月2日在台中县丰原，以及11月21日在台南市举办大型的户外联演，并安排到乡镇社区巡演46场，共计有50场精彩演出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观赏，为表演团队欢呼喝彩。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